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1962年，导演崔维在北京筹拍一部儿童电影，一切都已经就绪。然而，影片当中的小主人公却迟迟定不下来。当时，剧组的演员挑选小组已经满北京城找了3、4个月，仅导演崔维自己过目的孩子也有300人之多，可还是没有一个能够让他满意的。正当崔维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与他同住前后院的演员于兰送来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小家伙穿着大衣，戴着一顶皮帽子，眉帽又粗又浓，眼眸乌黑明亮，倔强的小嘴紧闭着，浑身充满了一股子嘎劲儿。崔维一看便欣喜若狂，让小家伙马上来到北京看一看。几天之后，一个名字叫做安吉斯的蒙古族男孩从呼和浩特来到了北京，成为了电影《小兵张嘎》当中小主人公张嘎的扮演者。一年之后，电影《小兵张嘎》正式上映。影片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，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的成长历程。张嘎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。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，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，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。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，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，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。在一次任务中，张嘎奉命进城侦察，不料被敌人发现。当敌人拷问时，他勇猛反抗，坚强不屈。在部队攻打岗楼时，他设法在里面放火，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。最终里应外合，全歼敌人，救出了老钟叔，也替奶奶报了仇。崔维导演拍片认真，在圈内是出了名的。为了能够得到更好的效果，几乎每个镜头都要拍个4、5遍。而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，崔维要求一切都要动真格的。影片的第一场戏是嘎子和胖墩儿在大堤上摔跤，一开始两个人都很紧张，所以打架打得很不自然，也不真实。崔维导演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他让嘎子和胖墩儿都脱光膀子，赤着脚跟白洋淀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儿。这一玩儿就是10几天的时间，再摔跤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松弛自然，毫不顾及周围的一切了。嘎子摔跤输给了胖墩儿后不服气，竟在胖墩儿肩上咬了一口。当时这段戏拍了6、7遍都难以通过，崔维导演就让安吉斯真的咬吴克勤，没想到这一咬让胖墩痛得哇哇直叫。这场戏十分逼真，以至于戏都拍完了，胖墩的扮演者吴克勤还一直与安吉斯闹别扭。作为一部儿童军事题材的影片，影片注意运用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描写，紧紧把握住分寸，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倔头犟脑却又聪慧勇敢的嘎子。在镜头中，张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孩，他喜欢听大人讲故事，喜欢炫耀自己的经历，和别人摔跤输了会耍赖，不高兴就去把人家烟囱给堵了。这些孩子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另一方面，张嘎也很勇敢。在战场上，他追逐敌人并缴获武器，面对敌人的拷问，他勇敢反抗，坚强不屈，最后还烧掉塔楼，帮助游击队打败日军，取得战役的胜利。影片用一个真实的邻家男孩的形象拉近了张嘎与小观众之间的距离，然后又用张嘎的英勇行为去激励小观众，达到影片的教育意义。随着影片的上映，白洋淀的抗日小英雄嘎子成了几代人的偶像。
除了饱满的人物形象，影片在画面和声音的设计上也非常的讲究。在构图上，基本上采用的都是雄伟有力的斜线视角，人物近景尽可能的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，加强了嘎子勇于斗争的气势，给人前进奋发向上的感觉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影片对运动长镜头的成功运用。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，罗金宝带嘎子去见区队长，他们走进饭店的后院，顺着梯子爬上房檐，再顺着梯子爬下来，最后走进区队长的屋里。画面中的人物随着运动，一会儿成为前景，一会儿成为后景，一会儿是全景景别，一会儿又变为中近景景别。随着镜头的上摇，人们的视线越过房顶，一个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人物运动的全过程。这在当时拍摄影片中还是绝无仅有的。在当时中国缺乏基本设备的情况下，该影片用手工业式的土办法对运动长镜头的使用进行探索，更显珍贵。除了摄影可圈可点之外，影片小兵张嘎对声音的运用也是别具匠心。如影片中嘎子的出场，便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。嘎子的形象从一开始就通过嘎里嘎气的声音而鲜活起来。声音在影片中不仅渲染了人物性格，有时还对故事的发展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。如老钟书给嘎子讲罗金宝战斗故事时，当他说道，只听砰砰几声枪响，影片里果然响起了砰砰的枪声。原来那是日军进村时放的枪，这砰砰的枪声巧妙地连接了两组镜头，连贯地引出了下一场戏。我快走，先去装尾堂。小兵张嘎一经上映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嘎子成为了人们尤其是很多少年儿童心目当中的英雄偶像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嘎子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，而是众多人物形象的化身。他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，根本的原因便在于他是在革命斗争当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。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但《小兵张嘎》这部作品依旧是新中国几代人最灿烂的童年记忆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一组胶片，一串记忆，几代人的青春，一首英雄赞歌，曲调激昂，英雄手握爆破筒的光辉形象更是深入人心。这些红色经典记忆被世代传颂，历久弥新。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，不褪色的胶片记忆，英雄儿女。